200多，真，200多，200多。今天咱们这个主题是，我们邀请了一个朋友来，然后我教他跳舞，然后教的都是基本功，基本功很基本的基本功，我最开始练的基本功，对，然后我就开个直播分享一下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练，这个有手就能练。我一开始就是练，反正我最开始练的就是这些基本功啊。我今天就要教这些基本功 ，OK， 听得到吧？听得到吧？听不听得到？回答我！听得到吧？对，那我也不是说我跳的多好，但是就是，反正你按我这个练的话，至少能跳的跟我差不多吧。那太厉害了！对。就是看你想你的 wannabe 是谁，你就跟着谁的感觉练。我就喜欢这个风格，那你就跟着这个人练就好了，对吧？来吧，就大家的 kiss 对，来，我们这儿。首先，最基本的基本功是打线。OK， 没事，咱们得严肃。首先，整个手嘛，就是只有。先，我就没教过，没这么详细的用嘴教过，我给你们做示范。首先就是，双脚比肩开一步站好，然后一，对，手背朝前，然后二就是这个外侧朝前，三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四伸直，对，这个是最基础的。然后其实如果大家进击一步的话，可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，可以加一个这个。这个的话可以练你的 balance， 对，让你找到一个你跳舞特别比较好看的一个线条吧。对，反正最开始我也是这么练，然后练到后面就是加一点身体 OK， 但这个有点难找，这个你找一下来。对，它不是这样，它这个膝盖不能弯，就是这样顶胯，对，得顶出去，然后身体不能转，身体还是朝正面。你看我只有胯部，我身体没有说这样稍微动一点，但是不能这么动这么多，然后也不能这样完全分开，这个到时候后面再找，这个得找很久。好，咱们现在就练最基础的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这个四的时候，你看你的手有点松，使劲，对，然后不能这样，就是平时也得挺起来，或者耸肩。有几个注意，一个是耸肩，一个是手指一定要绷住，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这样，不能晃，所有地方都是一二三，四，定住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定四个拍，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。OK， 咱们做这个，然后这个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手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 7 8。但听音乐的话就不一样，听音乐可能是。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。这也是，你看，绝对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手背，全是侧面。OK， 全是侧面，然后脚可以再张开一点。对，然后一定是尽量找45度，再高一点的，对。然后就是这样，
先中间，然后下边，然后上边，对，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一直重复，八个八拍可以重复重复一首歌。OK， 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吧？耶，学会了吗？哇，4000个人了！来，解个锁。OK， 我找个合适的拍子。学会了吗？你找个拍的明显。最基础 Let's go, let's go 一首歌可以吗？
OK 了，这就是这个基本上刚开始练舞的时候，天天别光想着八五八五，别八五，天天得先练这个，先热身。当然了，我们已经刚热完身了，我刚健完的身，然后才开始练舞，得先热开身。对，得先热开身，每天热身，然后就压筋，压筋，压筋，热完身。但我其实我不怎么样，我不怎么样。Real talk， 我不压筋，不怎么压筋，我的筋特别不开。我就主要练这些，这个是我当时我前两年跳舞天天练，真的，每天都练，基本每天练，每天到那儿脱了书包，跨放首歌开始，就按刚对，就按刚才那个顺序。数八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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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完了练，全是这个。完了，等这个练好了，你可以慢慢开始找，找这个感觉。比如说你看，脚尖也是，你现在有点转，它不用转，它只是提起来，对，它只是提起来，然后把重心放到左边，然后把这个换扭一下，把重心换一下，换个重心，换个重心，加一点，加一点身体的角度，对，是这样的。OK， 很棒。然后咱们这个是最基础的基本功，第一个。这个如果把这个练好了的话，你跳舞就会，你的动作就会很干净，然后很比较好看吧。对，然后的话来，这个是定点基本功，那就再练一个定点，再练一个，刚才是手臂的，来个身体。身体的是一，把脚张开，把脚张开来，然后咱们就是把身体转到45度，一，对，然后把这个脚跟抬起来，对，然后一般的话都会抓着这儿，抓着这儿，抓着裤腰，抓不抓裤腰？一，对，要么就是一，然后对。然后重心在中间，然后啊，不能撅屁股，就是稍微弓，含点胸，然后往下坐下去，坐下去，对，然后三、四、对，一，你看我的脚，对，一，对对对。他们是一起的，一往这边，一，然后一下子停住，五六七八，一，对，身体也是，腹转过来，八，八，看胸是，胸得上身就放松，放松，然后不能这样，你稍微。就是把它这个胯稍微收胯，对，然后稍微这样子弯点腰下来，对，太直了上半身，再弯一点，再含胸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抓着这，然后背肩不能这样，对，然后再转到这边一样，再起来，一。对，加速停，跟刚才这个一个道理，就是它有一个快，然后停住。OK， 来试一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个也是五、六、七，这个其实可以快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的，来吧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你现在有点这样，对，你得感到这个脚尖也得有重力，对，它重心一直在中间，它只是在左右转，但是没有这样左右移，它就是在中间。找一下，一，对。啊，脚可以再张开，再张开，这个脚可以张开多一点，比你想象的要开。一，对，二，对，对，三，四，五，
六七八，对，一首歌，走起，一首歌，走起，啊，一首歌，走起了，这个歌好像就行。
先把定的定好，然后再做一些连贯的。OK， 大鱿鱼，对，还有一些这些。下一个做这个，这是比较，这是个 bounce， 算是 hip hop 基本功吧。对，你这样，明天从体能课开始，一起带着大家就搞起来了。体能，这些就体能，就这些。现在就是从昨天开始练，来，这个动作。下去的时候，架起来，对，你先练基本，就是手放在这儿，起来的时候，下去的时候拉起来，然后不能外八，记住正前方，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侧面。一，你看你的胯有往前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哈、五、哈、五、哈、对、五、哈、三、七、四，累啊，累就对了 ，OK， 累就对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四手就是这个路线，手就是这个路线，在这个你的两点这条线上就是上下。OK， 就一定要让它保持住，不能让它成为这种，就是这样。感觉这中间有一个线连着，然后下起下起下起下，这个一首歌。OK， 一首歌不长吧？你可以的，可以。这歌才2分多钟，可以的。不行，来个早，时间长了。行，我看这造不造。
宽。谢谢你们，给我戴个眼镜。哇，好玩吗？跳舞？太好玩了，非常就是有氧。对，非常青春。你只要跳舞，你每天吃十个汉堡都不会胖。那也是开玩笑，不用吃那么多。我看这有人给我刷礼物，谁呀、啊？给榜三点点关注。直播呢？啊，你更知道。给榜三点点关注。榜三点点关注。哇哇，边煮菜边看，你边煮菜边看，你知道你可以拿着铲子边炒菜，你这么跟着律动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哇，贼，那你就厉害了。你手也有劲儿，然后那个腿也有劲儿，浑身又会跳舞了，而且你手还负重，到时候你把那个铲子和锅一丢起来，哇，你那个手就比别人都快，比别人都控得好。我的妈，我天，这大腿我也好久没练这基本功了，对，没练这么基本的基本功了。太基本了。对，这是最开始最基本、最基本、最基本的基本功。基本功有很多，然后还有一些升级版，这个都是刚学舞的时候，反正我天天练。对，我不是健身主播，这不是健身 ，OK。对，今天就教个基本功玩一下，这些，而且每个老师其实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吧，就是每个老师可能讲的也不一样，这些要领什么的，反正。因为我也跟好几个老师学过基本功，但是我学的就是这几个老师里面，你肯定有你觉得跳得最好的。对，我就是只记那个跳得最好的老师教我的基本功，然后只记他说的要领，因为我想跟他跳的一样，我就模仿他，一直模仿他，或者你觉得谁跳得好你就模仿谁就对了。对啊，哇，一定要搞清楚谁是你的 wanna be。 对，不要老问我的发色，不要老问了，我就是染一下玩一下。kiss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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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。哇，我嘴要抽筋了。我也是啊，今天有点确实有点那什么，这哪儿我给拿着瓶水。哦，腿真要抽筋了。二楼太久没练这些。我的天！我跟你说，腿明天绝对疼。对，腿肯定疼，腿疼就对了，腿疼就说明他进步。我昨天刚吃的菜。戴个帽子，不能摘啊！这帽子摘不得啊！摘不得，摘不得，这个帽子摘不得。来吧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朋友，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。来吧，我也要什么？来，想一想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以练的？手练了，身体练了，律动也练了。手上的其实还很多。哎，那也行。手上的还有很多。这是以前我们练的时候，光基本功上课一共三个小时，舞蹈课一节课三个小时，基本功就练一个点。对，每次上课都是最痛苦的，就是开头练基本功的时候，因为很枯燥很乏味，你就像刚才一个动作，然后一直重复一首歌，去一类。
练头啊，练头也可以的。Isolation， 这可以吗？谢谢。对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左，往右，这个可以吗？可是颈椎可能不太好，老师。你走开！你别在这儿走。不是，一起发电吗？你别在另一个弄弄那个。啊，这个低呗。不是，就是都一样的。高点。然后我这块吧。你有猪吧？也不能整个新的。那我这就没意思。哦，不错。脖子好灵活，练肩。肩，肩就是这个呗。左上右下，左上右下。怎么说？你还练得动吗？练得动，这练得动哪儿啊？练得动，行，再来吧。嘿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练，还有很多。延伸还可以练延伸，弓术。延伸，延伸。来吗？来啊！这样，谁怕呀？最后一个吧，这是今天最后一个，一共教你了四个基本功。一个，两个，对，然后三个，然后四个，第四个是这个，腿张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对，胸不挺，就是。身体一直朝前，啊，然后不动，然后是移重心，先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一直移到头，这个身体也要移，对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岔气儿了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个容易岔气儿，你得小心点。这个 OK， 这也是这个角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得一直移，一、二、三，到头就是已经撑的不行了，到极限，对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啊！听一下拍。Let's go! 来，
变速，练变速，练变速，还有，练的是变速，变速，还有那个快慢加减速，一个变速，累不行吧？今天嗯，今天就这四个，就这四个，来，咱们复习一下，一个打线嘛。打线这是进阶版，基础版就是门也不动，只有手动，然后记住最后要加速停住，最后加速停住，加速停住，加速停住，这是要领。然后记得只能看到侧面，然后手不能这样，也不能这样，就是你侧面看一定是平的，你侧面看。然后的话，第二个是这个，这个也是重心在中间，然后45度，然后也是把你的姿势一定要摆好看，先摆好看，你觉得镜子里的你好看了，你再开始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快快快，然后定住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得连贯性，你得一直让你有连着的感觉，不能这种像机器人，你就得感觉像个果冻一直在弹，一直在弹。然后最后一个是延伸和变速，延伸和变速，这四个都是比较基础、比较重要的基本功。哎，累死我了。我知道，对，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基本功，然后，看看你们干啥？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今天就到这儿。自动回复图片过期了，哎呀，那个我早就看到了，好烦，那个很难弄，不好设置，很难弄，不好设置。对，自动回复过期不好弄，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弄，不会设置，很烦，那个不好，真的不好弄。然后今天晚上有两场比较不错的演出，一个是琛哥姚琛的音乐节，对，今天晚上可以去看一下，还有我们公司新男团 N1 今天 showcase 可以去看一下。什么？这两场演出，今天的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我就到这儿了。Goodbye。我的呢不是已经官宣了吗？自己去看。我知道。对，今天晚上姚老师音乐节。我刚刚打探过，他会唱很多首歌，挺炸的。对，我们新男团也是，挺炸的。
拜拜。走路。现在这个点应该也差不多，他们刚好要开始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，你们可以那个关注一下。拜拜。